原标题：威震塞外，白马将军公孙瓒。白马义从，白马义从是公孙瓒在与匈奴的作战中，用跟随自己的善射之士组建的一支轻骑部队。由于公孙瓒酷爱白马，因而部队清一色全是白色的战马，而部队为表达忠心，常高喊一之所至，生死相随，苍天可见，白马为征，因而得名白马义从。马义从赞好白马，屡乘以破虏，虏呼为白马将军，故选精锐三千进城白马，号白马义从，以食尽味也。后汉书赞赏与善射之士数十人，皆乘白马，以为左右翼，自号白马义从。乌桓更相告于必白马长史。白马义从后扩充至相当规模的部队，一时威震塞外。乌桓乃化作赞行，持马射之，中者折孤万岁。鲁自此之后，遂远窜塞外。白马义从是赞为对付匈奴的轻骑而组建的。在打匈奴的那段时期，白马义从经历了最辉煌的一个时期。白马义从是典型的轻骑兵部队，有着强大的机动力和射程优势。史料记载，匈奴惧怕赞的白马义从，赞每与鲁战，常乘白马追不虚发，数获荣捷。鲁相告云：“当避白马。”另外有资料提到，赵云原是白马义从之一。《三国志·出引英雄记》记载，赞步兵三万余人为方臣，其为两翼，左右各五千余匹，白马义从为中间，一分作两校，左射右，右射左，旌旗铠甲，光照天地。少令屈义以800兵为先登，强弩千张加成之，少自以步兵数万截沉于后。义久在凉州，小习枪斗，兵皆消锐，赞见其兵少，便放其御领导之，一兵皆伏损下不动，未至数十步，乃同时聚起，扬尘大叫，直前冲突，强弩雷发，所中必倒。临陈斩赞所属冀州刺史严刚甲首千余级。界桥一战，公孙瓒的精锐骑兵白马义从死伤无数，元气大伤，后来就此覆灭。而白马义从的克星屈义，后来由于自恃功高，骄纵不轨，最终被袁绍所杀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